哎，这个还能赢啊！谢谢大家！我先开麦。付费人群还有最好的几十秒的时间，谢谢万念哥哥。我演一个，可以长按人气票，长按人气票，一次成组的送啊，送一18852099。演表情秀吧，还是好吗？拿下没有？第九名啊，多少人助理？家门给板上的大哥大姐，以前我们最辉煌的记录是8900人助力，少了一半了。可以了，拿下了 ，Thank you。开麦了吗？好，开麦吧，飞哥。Hello。开麦了，拿下了是吧？终于拿下了。对呀，家人们，对面这个憨豆妹呀，我告诉你，老有才了。她那个眼睛跟别人的眼睛不一样，她那个眼睛跟假的一样。你别夸我了，真的。哥，咱俩这一人整一段呗。他们说要看我的眼珠子，我也不知道我的眼珠子特别能引起他们，勾起他们的那个叫什么的。我这个节目我待会重开的时候表演，你要不给大家来一段上上人气呗？就眼珠吗？啊，清迷阿佳阿佳，我不演那个。演啥呀？演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你演啥都好看，最主要那眼神。哎妈，红了没？恭喜拿下如梦，谢谢如梦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对面的才艺啊！家们给我点点赞，给我点点赞哈！新进来的宝贝儿，我们才开，家们点点赞，感谢支持。哎呀！我用相机直播啊，用相机直播那个。还是有点不自在，我这个表情还是有点不自在啊。我也是，大家多担待一下。我也是有一点儿。你不是相机直播的？我不是，我大直播间前两天也是的。我表演的时候，总归有一些不合不上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对口型啊，有点那个啥，有点掉，有点就是不是那么的像手机那么的合拍。来吧，给大家来一段啊！宝子们喜欢的给豆点点关注，给飞哥点点关注，都是才艺主播。谢谢对面的家人们。谢谢热带鱼啊，感谢热带鱼。表演的时候，但嫁不出去了，嫁不出去了。你能嫁出去不？你把自己整的啊，嫁出去呀？你能嫁出去不？不是，我总结一点，就是像我这样子的人。高价不现实，低价不可能，
平价没必要，错价还得离。所以说我自己给了整了个横批，嫁啥呀？这嫁出去确实有点难，我是不是啊，飞哥？总结的到不到位？太到位了，要嫁出去确实有点难啊。那我也整一个呗，我也整一个呗。欢迎飞哥，来给大家带来一段。我整我自己拿手的，我变哥，我变哥啊。好，变哥，嫁给我，我都害怕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呦我的妈呀！给我来一个小草呗，小草。太快了，我今天唱这个节奏我都唱不对了啊！咱们起飞9166起飞对面，给飞哥飞虎队的。欢迎9266，所有的姐妹兄弟，今天这场 PK 纯属友谊。9266有超强的凝聚力。而且对面的大哥实在威武霸气，汗都没表演那绝对输第一，为了大家开心他丑化了自己，嫁不出去这个话题你千万别担心，如果没有人娶你那我娶你。这嫁给我算了呗，让我请、我今天要嫁出去了。你问问家人，我们两个来连拼，我们两个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大家看仔细，就有点那像夫妻，一个很滑稽，还有一个精灵古怪，还有点小聪明。如果我能把汗都没取到手里，这是我上辈子攒下的福气。你说高价平价低价啊，你都不愿意，不如打个七折，那我同意。打个七折呗，这也不要太低了。啊，叶田，我要抓紧时间重开了，我得抓紧时间了啊。再打个七折，我的个妈呀！本来就有折扣，再打七折，那这是啥呀？打个七折。谢谢飞哥啊，编的非常好。谢，反正现场会员点个关注。我现在做户外，做人气，做人气，我待会又要重开一下。好好好，我今天最高人气5万多，我就没留住，没留住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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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现在从头再来嘞，我现在在找状态。哎、很牛了，已经很牛了。向飞哥学习，咱们跟飞哥点关注，他做户外节目非常好。谢谢。那啊，最主要的就是人品好，这个我确这个属实是哈。才艺是一方面，三品啊，确实是那个啥的，咱必须得关注一下。好的，飞哥，你重开吧，我这下了，我得做做内容啥的。有时间来玩啊，来湖南玩。好的，你请我啊。啊，好。好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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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感谢飞虎队啊，谢谢飞虎队。来，家人们有没有看我作品来的？那个昨天火的一个作品，日本料理，演讲日本料理的有没有？有的扣我，扣我666。谢谢飞虎队的家人，谢谢你们送上的祝福。我喝了黄昏的酒，邀你月夜醉方休，可月色冷清依旧。飞嫂，现在飞嫂，有没有？有的扣我有嘞。来，把赞赞点一下，点到300,000，宝子们，我来换衣服，咱们给演几个段子啊！昨天的这个段子火了，咱们直播间现场表演。来，家人们，双击321，点赞的。啊，不是，点到了800,000，我看错了。来，点到了800,000。一个人隐隐着冷冷的秋，大概点到800,000。走在人潮拥挤的街头，忽然想起某年某月某些时候，你曾经寸步不离我左右。故事已过去那么的久，每回忆总是很难受。
出门的，你在哪呢？窦岩，在超市。西安。哦，在西安啊，商贸超市。哎呀，好久不见。他去见面去了，豆妹儿。啊。菲菲那啥，跟线下老铁见面去了。刚才一个老带劲了，出来打招呼了。不是，跟大姐，不是小姐姐啊。哎，老漂亮了。是不是啊？这不马上就是十一了，要就是咱要参加婚礼了，真的。哎、不，我路过了，整的这脸都脸了都。你别看猪八戒，这平时扮猪八戒，现在他不是猪八戒，卸下这个面具以后，永飞的，我感觉怎么这么帅？对他确实帅，啊，帅，确实。怎么长得完了还一脸的腐相，你看是吧？对，怎么就这么好看呢？都快赶上我了，我都觉得我挺帅的。哎呀，花儿也长得帅，俩小伙、哎、太帅了，真是太帅了。三点就太帅了，你看他长得多男人、啊。哎，你发现没？他把面具一拿下去，他把那个八戒那面具一拿下去，他就总觉着他好像就真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对呀、啊嗯，我觉得他要走颜值路线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拉链哦，对，我大前门还开着呢，拉链拉一下，小子们。大前门那啥吧，咱们几个就娱乐一把。娱乐一把呗，那整个在家不来吧？行呗。娱乐一局是吧？自己在家玩也啥？也挺好。会干巴的。我兄弟们理解，我助脸就不带了，我助脸带这个在直播间，我俩在直播间，我怕控制不住，我走的有点小。啊。在幕上。人骂人骂都跟没有看我呢，带个猪给人调侃，人家笑我的。哦，没事，那猪又不是你，没事。那行，发起了。嗯，好，来吧，嗯，一会儿见了啊。好嘞，一会见。好。嗯。哇，这三位都是流量猪猪。这三位都是流量主播，一嘎一的牛皮啊。啊，真的是一嘎一的牛皮啊，这个这三位都是狠角儿。欢迎我梅姐。咱们家也得狠一狠。谢谢我沙豆姐，感谢我梅姐。但是四宫格我们看的是什么？四宫格是谢谢我，欢迎我水滴姐姐。欢迎我水滴姐。四宫格看的凝聚力啊。一人准备一颗小星星，一人准备一个棒棒糖，随便什么礼物，做一个人数的数据就行。多的们多一点，少的们就弄颗星星。星星棒棒糖，什么人找什么人，这句话我怎么爱听？我爱听。他们三个人就拉我一个，说明我也还行。来，几个一人准备一个小星星，我的棒棒糖。豆妹有35岁吗？没有，砍一半。我哪有35吗？
心棒棒糖的，谢谢默默无闻，感谢我默默无闻，谢谢我沙老姐。哇，第四名，好嘞，保持住啊。来，一只小星星，欢迎我总子姐。有没有跑车？稍微追一追。谢谢野毛哥，感谢野毛哥，哪怕追一下第三。笑死了，后来者居上啊。没事，宝子们，发挥最强的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一人一个棒棒糖。有啥呢咱就助力点啥，没事，助力人数给上上去，把助力人数上上去，一人一个小星星棒棒糖。人家问我就十八呀，那行吧，就十八。谢谢我天上飞的你，感谢我心大，谢谢我心大。2000多，咱们追追吧，咱们追一追。完了，助力人数，咱们助力人数追一追，咱们助力人数追一追。397位，397位，咱们有条件的，一人哪怕甩一个小星星。快乐万岁，对呀，谢谢我白好哥，感谢大哥，谢谢大哥的飞机。下面哪怕准备一个小星星，我们助力一下，一人一颗小星星，一人一个棒棒糖的，咱们有啥的咱们助力点啥。463位，谢谢我何贵金大姐姐，谢谢大家。有大的，咱们助力点闹了，打不过他们。谢谢我随缘姐，感谢我随缘姐，谢谢我香玉哥，谢谢香玉哥。别最后一名，不要第一单子，别最后一名，第三，做老三就行。谢谢我香玉哥。哦。哦，我咱们又好久没有斗老三了，是不是？咱是不是好久没有斗老三了？这三位属实有点厉害，不是小三儿吗？小三儿也当，小四也当，经常的事儿啊，那事儿。今天几个大哥呢？哎，我一疼小哥哥呢。谢谢我熊上树。今天小哥哥也没在，小姐姐也没在。欢迎董你哥，欢迎董你哥。文哥啊，文哥今天在吗？谢谢我何贵金姐姐。大哥出台，谢谢我徐长庚大哥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三。这友谊第一，谢谢我梅姐，我们追一下第三吧，别弄个最四就行了。梦要出人精神传说，没有心动哪有冲动，大不了再重新来过。别说你的
成功，谢谢我灿烂人生姐啊，我的朋友。小星星的有没有？破一下数据，咱们可以留榜的留一个吧。永飞那里出来个小姐姐呢，难怪跳这么高。啊，文哥，陆莹，李铁哥，还有我小哥哥，你们还在看吗？算了，不哭他们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就这样吧。谢谢我长毛姐。随便拿针，助力一下，助力一下，助力一下，小星星也行。谢谢白浩哥，感谢白浩哥。